烟火乐场，表示我们今年的幸福越多。2014年正式到来了，各位。那今年总计记录下这个历史性的一刻。别忘记了，今年跟着阿诺、杨伟文还有王心凌，以及我们四个，以及我们四个团队一起过这个新年。对，好开心，好欢乐。我真的很高兴，知道吗？待会真正高兴的人是会得到我们一部轿车的朋友们。对。